然后那个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993，作为一个那个520，我觉得怎么说呢，就是之前怎么说，我跟他们说，我说来这里就是今天晚上就听我跟大家就是诉一下我的衷肠啦，就是搞感谢一下大家这样子。其实我心里非常的紧张，不是说这个比赛是什么，我只是觉得就是开诚布公的跟大家讲这么多话，我觉得好，就是突然就很想哽咽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是一个很不会表白的人，真的。然后我在今天就是在93呢，借机要向我们家的各位好哥哥们就是表白一下。首先很感谢就是五弟吧，就是来到这个公会，然后认识这么多朋友，然后也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，就是也感谢93官方大大能给这个机会让我来到这里，谢谢。因为我以前就是学生的时候也直播，然后没有人看到我，就曝光度特别少，知道吗？然后为啥不提前写稿子？因为我想说的话都在心里面，如果我写出来的话就觉得很官方，这样我不想官方嘛。